甲状腺亢进也算是妇女病。甲亢这个没有压好的话，我有个朋友就嘣会变胖，像甲状腺素的药会让她变胖。对，所以呢，她就一直不想去治疗她，就没想到她的整个卵巢萎缩，西医直接跟她说，你就是借卵生子了。今天晚上8点，请你跟我这样过。